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6页第一行，课题：悲言嫉妒。请看经文：心大悲，名有情，言辞变，受法眼，度我趣，开山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真机福祸戒度彼岸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经文从护佛种心，护佛种心如何落实啊？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落实了啊，落实在以真诚慈悲普度众生啊，心大悲，从这一句一直到真机复活戒度彼岸，一共有十句，表诸大事诸大事，就本经来说是指与会的十六正事，十六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啊，密宗用十六二十一代表圆满，显教里面以七，弥陀经上用七，华严经上用十啊，都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啊，所以这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，他们代表世出世间发身菩萨，
在家也能证得法身菩萨，跟出家的菩萨没有两样。运用同体大悲，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。明心见性的，才真正认识了，明白了。我们讲认知，认识认识，知是明了。明了什么呢？明了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叫同体。华严经上说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就是一体。这一体是自性。慧能大师讲的明白，简单，很容易了解。自性是什么？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：本自清净。这自性的样子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从来没有被染污过。自性就是真性，就是本性。中国古人所说的本性本善，被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个概念是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了，就提出本性本善。善就是它永远不会被染污，它永远不会动摇。所以慧能大师说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本不生灭，它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这一句话里面内容包含无量无边，把它归纳为三条。第一个智慧，华严经上师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就归纳这三道理，用这一句经文来解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跟佛一样的智慧。佛的智慧不是修来的，是自性本具的。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，自性是一体，所以叫同体大悲。大悲是德，第一个是同体的智慧，第二个是同体的慈悲，这是德。第三个是同体的相好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是我们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你明心见性，你就能证得。美好到什么程度，那是你无法想象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接触到了，你就享受到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这小果报迷惑了。
啊，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善美慧呀，忘掉了。啊，什么人能证？放下六道十法界的人就能证。对于六道十法界有留念的人，他证，他没有办法证得。啊，他出不去，凡夫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，原因是什么？不肯放下。啊，他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。啊，那么学了佛了，做了佛的弟子了，能不能放下？不一定。啊，佛弟子当中有三根之不同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彻底放下。啊，他不但出十法界，啊，出六道，他还出十法界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才能证得圆满呢。啊，第四句，慧能大师说的“本无动摇”，那是讲自信，自信本定，没有动摇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。啊。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法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三乘菩萨天台别教的，是住是行是回向。他依旧在十法界没有处理。啊，所以他有分别，他没执着。啊，包括三尘。啊，也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。包括这三大类，六道轮回里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一样也没放下。六道众生啊，啊，学佛，学佛有什么好处？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之后，明白就要看破，这张家大师说的。啊，看破，你还是没有看破，还是明白了，也离不开六道轮回。现在明白了，啊，死了以后一投胎，忘得干干净净。你是多可怜啊！如果遇到佛法，再继续学，所以学归放下了，放下的真实利益了啊！为什么放下？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。心理现象念头
自然现象，通通都是在意念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，根本它就不存在。啊，这个频率多快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把它换算，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灭，一秒钟，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啊，是这样的高速度的生灭法了。前念灭后念生呢，啊，但是要晓得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相同的，不一样啊，啊，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同的，在这么高速度的生灭法，无始界以来到今天，如果不能处理，将来还有无量劫。这里头找不到两个生灭现象是相同的，啊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这个现象，佛经上有说啊，相似相续啊，啊，相续是前跟后是完全相同，这叫相续。前跟后它不相同啊，啊，是相似相续。般若经上讲的清楚啊，讲的变数很多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，既然是虚妄，怎么可以放在心上？这个放在心上，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啊，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个事情，只有佛法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啊。明白之后怎么办？明白之后啊，就要放下。这一放下就圆满了，真的受用，这就其如佛的境界啊。佛跟三乘不一样啊，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，这就是习气，贪念舍不得放下啊，真正放下了，处理了，处理六道轮回，处理十法界啊，往生道，诸佛净土啊，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，他们到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所说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十宝庄严土都差不多，都是一真法界啊。那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弥陀的十宝土呢？弥陀十宝图跟诸佛十宝图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是弥陀十宝图里头有48愿，摄受众生，这一切诸佛里头没有，一切诸佛里头有的就是诸佛如来心大悲名有情，言慈便受法也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，
啊，对待我们这些众生，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，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，佛中之王啊，光中极尊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光是常寂光啊，是自信本具的光明啊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可贵到极处啊，我们有幸遇到啊，啊还不能相信，那他又怀疑。我们能理解啊，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。这个怀疑很难断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，实现他的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啊，像海鲜老和尚啊，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。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，他了不了解事实，这些都不了解，没读过书，老和尚教他一句他就相信不怀疑，真干啊，真信真愿往生真念佛，上上根人啊，知识分子不行啊！啊，知识分子是中上根人所以，如来大教啊，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、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。啊，下愚怎么？下愚怎么？他没有怀疑，他就相信啊，他知不知道四十年不知道，他相信老师的话，老师不欺骗他啊，我们很难的，比这两种比不上，比上当然比不上，比下也比不上啊，下能不怀疑，我们怀疑啊，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啊，兜圈子，兜了30年才相信。啊，那人家30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我们这30年兜圈子。原地踏步啊，很幸运，现在完全相信，这一步踏出去了。如果不是完全相信，你这一步没踏出去啊，这一步没踏出去还在原地啊，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？确实，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，这就踏出了啊，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跟海鲜老和尚一样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枝叶了，阿弥陀佛是根本呐、啊！啊，我找到根本了，枝叶全放下了。
啊，真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，能得到这个层次，你心里就有把握，我决定往生。啊，决定没有怀疑，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在啊，南大师后头还有一句，最后一句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一句就对了。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的，所以是一体。一体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一体，看到众生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能不帮助他吗？不可能的。啊，而且这是至诚心，至诚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啊，所以这个十句啊，标注大师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之德行，心大悲，心是心起，大悲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。看到众生受苦，慈悲心自然生起来。啊，悯，悯着爱念，菩萨悲悯众生，普令出苦，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也，故云大悲。啊，凡夫。有没有悲心？有。有慈悲，不能叫大慈大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有局限，它有情执。啊，他喜欢的人，对他有慈悲心；他不喜欢的人，受灾苦他不闻不问，掉头走了。啊，这是凡夫的慈悲心。所以不是小乘。啊，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。啊，阿罗汉辟支佛跟六道凡夫还有爱见。没有看到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没看到。啊，这些化身菩萨、等觉菩萨了，他们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迷惑的众生多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不觉悟的时候不知道啊，觉悟之后了，哪能不帮助的道理？
啊，尽行受，放下万缘，为这些苦难众生服务我。啊，服务的目的是什么？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要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，是暂时帮他离苦得乐，不是永恒的。啊，他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永远离苦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得乐了。离苦得乐，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真正慈悲呀！啊，大慈大悲呀！用什么方法？方法里头还有理论的依据，凭什么道理？啊，我们讲教学的理念，啊，教学的理念是知真正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从迷来的，迷失了自信，烦恼就现前。啊，见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，佛把它归成这三大类。啊，佛就凭着这个道理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用破迷开悟啊，破迷苦就没有了，开悟乐就来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用什么手段？教育啊，教育里的注重身心研究，要自己真干啊！自己不干，别人不相信啊！自己真放下了，别人相信啊！叫别人放下，自己没放下，别人不相信啊！说你在欺骗他。啊，财色名利彻底放下，七情五欲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那是烦恼，那是习气。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，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。如果不肯放下，那什么原因呢？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。这得接受教育啊，要接受佛陀的教育。宗教教育的理由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
在大乘经典里面。这一部经是大乘经。这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，够用。为什么？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、愿心。你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成就了。所以手段是教学。一切法不利教学。人是教的好的。我们做过实验。人性确实本善，不是假的。在教学成果当中我们看到了。人的良心唤醒。不愿意再做不善的事业。朝州的谢宗居然有能量在7天之内把人唤醒。我佩服啊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是3个月，把这个小镇人性唤醒了。他只要7天，超过我太多了。我要向他学习。他用的方法非常善巧。值得我们学习。这种教学真正是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在7天当中。能帮助一个人回头，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7天能够帮助100多人回头，这还得了吗？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来生的果报不在人间，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。他到哪里去了？到天上做天王去了。欲界6层天。是他将来的住处啊。色界18层天。无色界4层天。28层天呢。他造的是这个业因呢。这果报真正不可思议。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帮助他的人，拥护他的人，赞叹他的人，成就他的人，都是天王的大臣。都是天上众生。那么这种果报，情执没有放下干净，真正放下干净的，他决定不想人天果报。人天果报再殊胜，也比不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一了，一切都了了，再没有后遗症了。天上寿命长。
还是有尽头啊！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八万大劫啊！八万大劫有到头的一天呢、啊。到了怎么办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到了，又往下坠落了。他爬得最高，再没有上面没有了，他掉下来就跌到地面了，就下来了。啊，那么六道众生都可怜，上上下下爬到最高掉下来，再慢慢又爬到最高又掉下来，这六道众生。啊，所以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。佛是佛的教学从真心流露的，啊，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。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。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，完了。啊，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，谁障碍你？自己障碍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参透了，无有一法，不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你不会怨天尤人，都是自己糊涂，自己迷惑。啊，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一听懂，啊，在那里猜测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啊，这样的人多，很多很多。啊，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。啊，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，啊，不定，他修学就乱了。听一个法门还不错，听两个法门，他就怀疑了；听三个法门，他就迷惑了。啊，越多越麻烦。啊，样样都想学，不是乱了，心乱了，啊，方法也乱了，啊，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。啊，他都学，他没有目标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就是修学的目标。啊，一门容易得清净，容易得平等，容易开悟。两门就不行。啊，一个房间你想从两个门进去进不去。三个门更没有指望。啊，十个门二十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，永远在门口打转，这就坏了。啊，这不知道啊，一多的关系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多是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你只要进去了，从一个门进去了，八万四千法门全得到了。为什么？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，每个门都是，随便从哪个门，一门就进来了，你全得到了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所以贵专呢、啊。你看海鲜老和尚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心不专。
转，转就是一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，经都没有，他不认识，没有听过一堂经，没有念过一部经。啊，一句佛号进去了，八万四千法门得到了。啊，无论哪个法门，你向他请教，他都能给你解答。跟六祖一样啊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。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？一部都没有啊。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？自心流出来的。啊，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性里头圆满法轮一切经见性，这一切经就明白了，就兴起了。啊，所以一门即是一切门，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。啊，一门就是无量门，一门就是八万四千门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不管从哪个门入，得到的结果圆满相同，不增不减。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？啊，那我们学了佛了，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？记住，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那我们要跟佛配合。啊，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，放下了，真放下。啊，不再贪名了，不再贪利了，不再贪财了，不再贪色了。啊，七情五欲都是烦恼，都是枷锁，现在总是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笔勾销，彻底放下，这是跟佛合作。我们自由了，自在了，再没有绳索捆绑，再没有人限制我们。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，那轻易的就迈进了。啊，佛善教，我们善学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。下面念老影回书，日本祖师所说的八苦未悲，娱乐为此。
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帮助我们离开十法界，这是悲。大悲，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大慈。那是娱乐。所以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也，故为大悲。真实心中流出来，那这个真实平等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要真实平等，对事对物啊，都要用真实心平等心，这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。真实的反面是虚伪，平等的反面是有高下啊。虚伪高下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真心永远是真实，永远是平等。啊，平等里面就有清净，清净里头没有平等，平等里头有清净。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学真实清净，再提升真实平等，再提升真实觉悟。啊，真是大觉。清净平等就是修得了。念这句话修什么？就修这三个。啊，这三心呢？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心，平等心是菩萨的心，觉是化身大士的心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！啊，为自己的心是虚妄的，为众生、为正法救助，这心真实的。为什么？法是真实法，心是真实心。啊，为个人名闻利养，为个人的财色名食是假的、虚妄的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身是怎么回事情？是念头，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不例外，通通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众生可怜，认假为真，通通都在假象上
做活祭。真错了啊！诸佛如来、法身大士，他们完全用真心，他们用清净平等觉，以这个为自受用，也用这个教化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。真实的应用在生活上，工作里头，待人接物，得大自在啊，得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我们看海鲜老和尚表法，那生活多苦啊！亲近他的人看到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真正看出他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发脾气，跟谁红过脸。一生没有过，这就是法喜充满。在这个世间表法，身心的受用，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他每天都在极乐世界，我们看不出来。体会不到，真的，这就是境随心转。他用什么心？他住什么境？会看的人能看出来，不会看的人看不出来。我说着相了，会看的人见性了。哪有不自在的道理？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叫他把学佛、念佛做出一个榜样来，给这个世间人看，让娑婆世间人看他。什么叫学佛？什么叫念佛？你真看懂了，你就会学了。你看不懂了，慢慢来吧。来生后世，总有一天你会看懂。这个时间不定。善根厚的人，福报大的人，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。众生语言不同啊，我们的缘还得了啊？要多想想，我们的人生遇佛法，遇到净土，遇到下莲居的汇集本。遇到黄连祖的脊柱，这还得了啊！又遇到圣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让我们心心坚定，再也不怀疑了。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，喜欢简单，喜欢省事的。一句佛号就行了。还有疑惑，那这部经、这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。可以帮助你坚定
愿心啊，决定要生净土，没有二话好说。坚定的心愿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啊，你的条件具足啊，啊，真念佛就往生。啊，会所里头说，八苦为悲。啊，这个悲真是平等的大悲。又引《涅槃经》说：“三世诸世尊，大悲为根本。”佛出现在世间，三世是过去佛，过去世，现在是未来世。一切诸佛世尊为什么出现在世间？悲心呢？啊，像一棵大树的种子一样，它有根本。弥布，这叫密宗。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说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。啊，我们可以说，只要真正心愿之明，因有了啊，啊，有了因不行啊，还要本呢、啊。啊，根要是没有本，那这个根刚刚发芽，还没有长成一棵大树，发芽了。啊，这个根力量很薄弱，很容易被人摧毁。长成大树就不怕了，不怕风吹雨打了，根深蒂固，它不会动摇啊。啊，小的树苗不行啊，经不起风浪啊。啊，这个风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环境。啊，外面的诱惑。在考验你。啊，这就是要经教来帮助了。啊，每一天都在经教上下功夫，事出世间一切诱惑不为所动，我们很快这个树就长大了，就变成大树了。如果常常受外面干扰，啊，东风吹来了像西倒，西风吹来了像东倒，你这个树就不正，永远是歪的，是斜的，长不大了，长不好啊。啊，这个什么？这是要借外力。啊，外力就是人工，帮助你，把你扶正。啊，歪斜了，暂时找一根柱子把它抵住。我们看到种树的人啊，真的长大了，根深蒂固，
没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要生智慧，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状况当中，我要防范哪些，最基本的读经，读注解，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希望无量寿经能念三千遍，三千遍能背诵了，念了的注解至少要看三十遍，这分量很大，三十遍能帮助你断疑惑，微细的疑惑都断掉了，你信心坚定，不会再改变了。事出事法你都能应付得了，你能够听一切经，能够学一切法，不为他干扰，那就是什么？决定不干，不干扰，不破坏我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。看得多越多，坚定自己的信心。为什么？你看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，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，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，一心道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漏掉的是什么？不相信，信心动摇，学什么我都可以学，信心不动摇，然后你所学的帮助你信心更坚定，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广学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专攻。广学不是说你学一门就想修一门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学尽无量法门呢，还是我这门好。我这么说，我肯定有把握做到。我决定能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，你全得到了，圆满证得了。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，多门即是一门，归到这个信愿持名，信愿持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。你要认识啊，你不认识就坏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，因慈变，从慈心起说，同学们学讲经不少，为什么你没有学成？你没有慈悲心。你学讲经
里头夹杂着明文理啊。所以学了十年没有进步，还在原地踏步啊，没有放下你的身见、边界、成见跟邪见。所以你没有入门呐、啊，五种见惑断掉了才入佛门。小乘正虚陀洹果，大乘实性位的初心菩萨，虽然是最低的这个位置，但是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啊，你是真正佛弟子啊，这才是真的啊。受戒再好的戒师给你受的都不是真的啊。你说你得戒了，你得的什么戒？你自己好好问问呢，反省呢，你得什么戒？啊，不杀生了，你得到吗？没得到。为什么？虽然不杀人，我还恨他，那这就不行了。你要用慈悲心待他，你怎么可以恨他？啊，你怎么可以怨恨呢？啊，虽然不要他的命，要给他受一点罪，这个都是错误啊！啊，你障碍他，你限制他，啊，他能不怨恨你，这不错，有一点点修养，但不是持戒。啊，持戒的人是什么？连怨恨的念头都没有。那叫真正发现了啊！不偷盗是不偷，占便宜呢，还有心占人家小便宜。占便宜就是偷盗的心啊，盗心没断呢、啊。啊，还有贪著。啊，是自以为是啊！我的法门殊胜，你的念佛法门不行啊！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断人法身慧命，这是杀戒里头最严重的啊！杀人生命最小啊，杀人慧命最大了。啊，别人走这个门，这个净宗法门是一条好路啊！啊，你的花言巧语，啊，让他对净宗起欢喜，啊，来修你的法门，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成佛？他这一生成佛不了了，你害了他，比杀他的罪还要重，你断人法身慧命。条条戒给你分析，然后你才晓得你一条戒都没做到，还自以为是啊！所以学讲经要讲得好，真学，真学菩萨啊，持戒从哪里持？敬业三福是戒律的根本呐、啊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孝亲尊师
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你瞧不起《弟子规》，小看了他，你没根。啊，你学佛没根，你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根，你怎么能学好？啊，所以学了几十年，遇到些外援很容易动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根。啊，风吹你就动了，你就挡不住了。啊，境界风动就乱了，不容易啊。跟一个好老师，什么时候能独立？啊，根稳了，根没有稳，不敢离开老师。啊，我跟李老师，老师叫我是，给我约定的5年，5年决定遵守他的教诲。啊，希望我5年把根扎好，我5年真的受用，但是感到不够。啊，所以我自动跟老师报告，要求老师，我继续再5年。老师笑起来了。啊，我遵守他10年。啊，后面这个5年，我国外的语言成熟。啊，每一次出国弘法回来之后，一定向老师报告。啊，把感想心得都向老师报告。啊，求老师指导。啊，遇到些困难要向老师请教。啊，这些困难以后再遇到，如何能够化解？老师是我们靠山的。啊，10年之后，老师还在。只要老师在一天，我们就要亲近一天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开示念念不忘了。感恩老师的恩。啊，要把这个传给后人。学佛了，第一个感老师的恩，第二个感护法的恩。啊，没有护法，我们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护法是给我们营造修学弘法的环境。啊，要有人真正对你理解，来帮助你。成就你，啊！我得到韩馆长30年的照顾啊，没有这30年照顾，早就没有了，哪里还会有今天？啊，护法之恩不能忘，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老师是指引我们的路。护法是陪同我们走出这条路，啊，源头照顾，啊，所以我相信，世间有好法师。
有再来人呢？啊，为什么埋没了？出不了头了？没有护法。真正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护法的功德是圆满。护法像学校的校长，他办学校，他做校长。那我们是学校的教员，啊，他聘请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，在这个学校培养学生。啊，功德他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替他服务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，要明了。所以有这个机会教学，是为怜悯众生，跟佛一样。那教学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我们有这个能量吗？有，从哪里来的？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。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，要把利益介绍给别人。有缘人，什么有缘？他能接受，他真肯干。啊，没有缘的人也介绍给他。让他阿赖耶识有个种子，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，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，他会生欢喜，接着再干。啊，这都是大慈大悲，绝对不为自己，自己只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要了，啊，我们才得自在。 啊才真正有一点小智慧。啊，放下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，就这些东西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下面说经言素语，依此起说明言辞辩，辩是辩才无。啊，所以讲经教学没有慈悲心不行，得不到价值。有慈悲心得到三宝价值，讲的自然不一样了。啊，授法也，授是给我们传授。啊，法言者，如来无言之言。啊，如言这个地方说出来了。第一个肉眼，第二天眼，第三个慧眼，第四个法眼。第五佛言，法言菩萨所修的。啊，慧眼是声闻缘觉小乘人修的。啊，法身菩萨有法眼，究竟成佛则有佛眼。啊，通常大乘经上说
八地以上，有佛言了，是法言，乃菩萨唯度众生，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，称为法言。啊，照见一切法门的真相，那是智慧啊！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都能通达明了，比声闻缘觉高啊！啊，比三乘菩萨也高啊！法身菩萨真的。啊，照见一切法门是什么？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，一切一切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话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一就是能生的自信，一切呢就是所生的万法，一切皆一啊，万法就是自信，一切皆一，一切一切，自信就是万法。这样说，大家能不能体会？啊，一是能生，万法是所生，一切是所生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。这就是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门就是自性，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，适合自己的程度，你修学就不难啊，如果不适合太难了，那修起来很费力气啊，搞了多少年都搞不清楚，这个时候要觉悟啊，这方面不适合我修，好像生病吃药啊，吃了很久的时间不见效，赶快换个医生啊，换另外换一种处方啊，药要对症的，一服药就起作用，药到病除，你病就好了这是智慧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法门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见佛陀，佛陀教给的法门马上就见效啊！为什么？佛陀证圆满的智慧，他能看出众生根性，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修过哪些法门啊？对你过去所修很熟悉的法门传给你，你就感到很容易啊，很有效果。道理在此地，
佛陀灭度之后，佛的这些弟子们，菩萨声闻缘觉，他们没有佛那么圆满，但是他也有几分，他也能帮助我们选择，也选择得很好。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，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，刚才说了，连初果也没证得。大乘初性没有证得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凡夫。凡夫选择法门没有把握了，自己在摸索。好还好，佛祖慈悲，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，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法门，阿弥陀佛的法门，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能治的病，这个法门全能治。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，你肯相信，你一生就成佛了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你能达到这个境界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一般人念到功夫成片，如果他真的不怀疑，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天念十万声，万缘放下，顶多三年。就成功了。念佛好啊，别打妄想了。佛念不好，这妄想夹杂在里头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，不怀疑，不怀疑是真心真愿，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，不夹杂，最后不间断。这念佛的秘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三年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，清净心出来了，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得到了。这个清净心就是小乘四果的心，大乘实性菩萨的心，很快成就。得到这个成就，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，佛会来接你往生。如果还在这个世间不想往生，为什么？在这个世间成佛快，比极乐世界快。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，这个地方是大风大浪。大风大浪你能够通过，所以说古德讲的时候，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
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道理在此地，恶缘太多了，障碍太多了，你都能够通过，顺利通过，不受干扰，这个功德了不起啊！所以正德功夫成片，要是不求往生，自己还有寿命，再有个三年五年，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啊！得到四一心，再有三五年，就能得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海贤和尚，我看光碟看得很仔细啊，我看他二十岁开始念佛，他居住的条件圆满，没有欠缺啊，这个人的天性老实听话正干，秉性学习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，最好的修学态度啊，他的功夫成片绝对不会超过三年啊，再继续往前进的事业心不乱，我估计他三十左右的理业心不乱，应该四十左右他就成佛了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，上上品往生啊。那么他还要住啊一百一十二岁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的。给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佛法摔到基础，净土中遇到大难呐、啊！许许多多人在回报啊！啊，反对夏莲居的会解本，反对黄念老的记住。啊，反对我们依这个法本修行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！外面反对，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也反对啊！啊，甚至于逼着我，要我放弃。啊，修净土可以采取康僧铠的本子啊，决定不能用夏莲居的回击本啊。我的回应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本子。为什么？这本子老师给我的，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，我对老师有信心啊！你们反对可以，我不能反对，我要反对那我配背思叛道啊！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，叫我学习，叫我乘船，我怎么能违背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，所以我能坚持，我没有动念头啊。难得海贤老和尚最后这一招为我们这个表法啊，他拿到
这本书啊，大概就是阿弥陀佛教导他，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。啊，这本书终于他看到了。啊，有人送给他，他不认识字，你们带的什么书啊？人家这个书叫若要佛法性，唯有僧战僧，啊，跟佛所讲的一样，真遇到了，往生的时间到了，无比的欢喜啊！他表法圆满了，啊，穿袍大衣，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，啊，他生平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照相的，就这一次。啊，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。啊，自在走了。功德圆满，我们的信心更足了。我们没有走错路，李老师传我这个本子没有传错人，我能经得起大灾大难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大人，大人能忍呐，啊！最后佛来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那还要不相信，那就没救了。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所以法言，菩萨度众生，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会书里都说，佛道真见，名为法言。啊，佛道。成佛之道，正知正见，这叫法眼。啊，无论什么法门，只要你持之以专，持之以恒，都有一定的成就。啊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经营所曰，智能照法，故名法眼。由上可见，法眼者，了达众生种种根器，善知一切救度之法。应机施予而独特之，这后头几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，由上可见，这些话下面的话都是念老的话啊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，众生种种根器，现在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？能接受什么法？
啊，所以啊，善知一切救度之法，法一定要应机啊，不应机，说了等于没说。为什么？他不得受用。佛法乘船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那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，自己不能度错，哪有能度人的道理？度人一定先度自己，啊，自己学佛得真实受用，说话就踏实了，说话就肯定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怀疑了。啊，自己还没有得度，半信半疑，你怎么能教别人相信？这是善知识难求啊，善知识很难遇到啊。啊，遇到善知识是缘分的。啊，我的这三个老师大缘分，少一个都不成功，我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，我们误会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从来都不碰它，没有这个念头是去碰佛教，没有。啊，我跟方先生学哲学，啊，老师跟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。啊，老师教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学哲学嘛。啊，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他这么介绍给我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入门跟他别人不一样。啊，我在这里认识了，明白了，缘很巧，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老师。啊，这是个专门学佛的人。啊，方老师不是专门学佛的。啊，他读佛经，发现佛经是高等哲学。啊，我遇到张家老师非常有缘分。啊，徐氏的姻缘，啊，见面生欢喜心，老人非常慈悲，啊，慈悲舍受了，不是慈悲不能舍受啊，啊，也是一个星期，给我最少是一个小时。啊，多这两个小时，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我学习疑难的地方向他请教，听他开始。啊，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，我跟他65岁，68岁过世的。啊，那么再过一年，我辞掉了工作，啊，专心学佛，
跟禅云法师住茅棚，住了半年。啊，禅云法师跟朱金洲老居士两个人，啊，推荐我亲近李老师，啊，跟老师去学教。啊，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愿望。啊，那个时候依旧是把佛经看作哲学。啊，跟李老师十年。啊，这才转到佛陀的教学，啊，知道佛教是哲学，也是宗教，啊，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定义来看，它是真的宗教，啊，中国人这个宗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么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重要的教育，啊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那么大乘佛法完全符合。啊，中文里的这个宗教的意思，佛教完全符合，它真的是啊主要的教学，重要的教学，啊，尊崇。尊崇的教化，啊，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，又还有高等科学，啊，这是近代这个20年来量子力学家新发现的报告，在佛经里头完全都有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些哲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物质的谜揭穿了，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。现在出的心理现象的谜还没有完全了解。啊，我们相信再过20-30年这个谜底也会被揭穿，宇宙的奥秘啊，在佛法里阿赖耶的三细想啊，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三细想用第六意识的人可以达到，啊，但是他不能见性，啊，不能见性就是事实真相的了解，你不得受用，啊，你要是见性的话得受用，那就是佛菩萨，啊，不得受用，你了解了还是凡夫，比不上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念佛往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事实来讲完全通达明了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说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教学要应机施语而独特之，这很重要啊。
如上之智慧也，解明法眼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